因为我自细汉的时阵吼，啊，就对师大人，吼，啊，出去做布袋戏，吼，啊，为十几岁啊，就对出去夜红啊，啊，夜红的过程，吼，我嘛有经过，嘛有一个阿伯，吼，伊嘛教我先教我做头盔，啊，咱就慢慢接受这个头盔红啊衫的感觉，吼，啊，其实我嘛未晓做红啊衫啦，啊，就因为。我感觉破主阿婆仔的衫耐用，啊亮丽，啊而且伊拿起来的感觉比别人会较好拿。吼、哦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。但是未后伊无做了后吼，煞无人卖像伊这种一粒红的衫，啊所以我一直嘛捌拜托人做，但做起来质感，咱夜红的人夜久，拢会感觉迄款质感无同款。啊，我要为着要找出迄个质感，叫人做袂起来。了后我怎？即想想啊，讲啊无，也是咱来甲拆看卖啊咧。拆开啊，板仔咱定位，啊照伊的元素有无无？啊，咱佫加上咱的需求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慢慢做，啊，所以较怎啊，家己怎啊做出家己需要的红啊衫。当然，嘛是讲吼，一届做到拢会当甲做甲足水足美满的啦。当初我咧做的时阵，嘛是捌请教过阮爸的三小弟啊，因为伊我捌看过伊家己捌做红啊衫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家己咧摸的时阵，感觉为什么做了后起来，咱的红啊衫会软糕糕？结果伊较甲我讲，这就是爱食姜。啊，因为咱拄开始的时阵未晓，咱唔捌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佫碰到一个瓶颈，就讲，咱这个红啊衫边啊，只爱滚边，吼、哦。啊，滚边咱是毋爱甲布加一条一条。结果我甲加起来，咱咧转弯的地方嘛是转袂过。啊，佫结果我佫走去问阮师姐啊，阮师姐讲吼，阿忠你是毋是？布安尼直直甲加去，我讲嘿对，伊讲安尼袂使，爱布粗粗啊拗起来，拗起来啊用咧拗起来了，较甲挂一条一条，安尼来滚伊有一个弹性，啊所以你若当到这个弯曲，还是这弯这有翘颈的所在，咱就有迄个空间通去扭，啊扭起来就会较平坦、较水安尼。较早红啊衫伊拢无做雪衣。吼、哦、啊，为什么我要做出来？就是讲，咱夜红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有当啊，主角红啊，什么咱未去甲烫起来，搁穿。哎，较尾啊，我较发现讲，这个雪衣会走来走去。哦，啊，走来走去，你啊，我想啊，无咱就，咱就家己买来做红啊衫，不如咱将雪衣怎啊甲加起。较早时阵无雪衣的时阵吼，伊这是一体。伊即马手刀来，看不到肩膀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刷伊夹起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即马这刀来，他的肩膀就爬出来了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，讲，哎、欸，这个感觉敢那蛮不错的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咧换红啊衫的时阵，吼，唔免阁加一道手续，就讲，咱阁特别阁去甲穿一个刷衣啊，啥物，吼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就感觉。吼、哦，安尼就自然都拿起来都 OK， 袂歹看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继续，就每一件红啊衫我拢会搁啊加刷伊去。因为破主这个红啊衫吼，伊的步骤较繁复一点啊。吼、哦，当下你像这个花一块，咱就是拢爱用手工来加。那为拍板啊开始，这可能就爱做几啊届啊。困难度就是讲，有当时啊。咱布就是爱先经啊好，经好了后，吼、哦，咱再来制图了，咱再过来搭这个含这块原布无同款的色，搭配上去，吼、哦，哈，这件衫更亮丽、更显眼。衫可能，那这简单的可能还是要三工左右啊。有当时啊，搭起个布，你嘛是要等伊搭，吼、哦，啊，金葱。天了后时，咱就还阁补镜皮啊，补碰镜，吼、哦、啊！刷时，咱就一块加起来，加起来了，咱就开始滚边，吼、哦、啊！滚边了，像
即爱念土摩的，咱着土摩打好，吼打好了后，你打起来的时阵，咱着注意讲即土摩有食有胖无，有水无，吼啊打好的时阵，吼像即后壁爱搁套来你，吼即套来你套起来了，吼啊着滚边滚落，啊咱着甲车起来，车了时阵一块一块，咱甲慢慢组合，慢慢来夹，啊所以即时间要赶，赶袂出来，因为即种手工的物件，密密滴滴你着是。一尖一尖慢慢啊听。好来啊，咱今日吼要介绍咱网的部分安那制作过程吼。好，咱即摆介绍就是即种的网。好啊，咱头先要做的时阵，就是讲。喂无的时阵，就是讲咱来先经一块布巾起来。布巾好的时阵，咱就是要先拍板啊，吼，爱画这个图，吼，把咱要爱的图案，吼，这要爱的图案先造出来。啊，板啊的规格造出来了后，吼，啊，过来的时阵就是来搭这个有色的布。吼，为啥要搭这有色的布？就是要让今天红的衫更加亮丽，吼，搁来较鲜艳的。好啊，呈现那个颜色出来。好啊，即个布打了后的时阵，布甲布中间伊色无同款。好啊，所以咱就爱加一寡元素，就从这个布遮，咱就来个走金通。好啊，金通一块一块走完了后，咱就是布镜皮啊，布出那只一镜皮啊。好啊，布完的时阵，咱就甲这个布就算完成。哦啊、完成了，咱要拆落来进前，咱来甲食一盖浆。上浆就是讲要让这块布较平坦一点。啊，咱咧夹身吼，咧夹起来会较平较水。好啦，咱今日要介绍咱吼，啊，安怎来填这个金铜线的部分吼？要填的时阵吼，会这个针先甲固定一个位。一般这个线头线尾吼，我拢加甲补一针。为虾米？因为这个线头线尾较容易脱落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甲加补一针会搁还较坚固。啊，补金钟线来讲吼，金钟线是两条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是要甲这块布是白色的，啊，甲这块布是黄色的，咱要甲盖过去。所以这两条线就是要盖过这个痕迹，伫咧这痕迹，尾后无看到这个痕迹，啊，所以你咱要填的时，袂当伤入来，嘛袂当伤出去，伤出去，就是袂使看到这条线微弯就对啦。好来啊，咱今麦吼金钟线吼，过一段路啊，咱今麦在金钟线填完的时阵吼，啊，咱来补镜皮啊，吼啊，咱首先来补这个碰镜，大概简单讲就好吼，这个遮、甲遮、甲遮，吼遮这个部分要先补这种的碰镜落，甚至讲咱咧车的过程，咱过来滚边嘛，吼过来滚边，咱这個。咱这个碰镜部分要填较入去一丝啊，还有一个空间，好让伊走这个滚边的线路，因为咧填车吼，顶悬还佫一个皮啊，伫遐咧填，啊你啊填上出伊个打袂着针。镜皮啊，金铜线拢补完了后吼，啊，咱要拆落进前。好，咱来先食浆，食浆了后，咱才去落去打后壁这块，吼，啊，甲出这个阿妈领的部分，吼，啊，过来做好时，就一块一块加起来了后，吼，咱来滚边加土抹，了后咱就是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就甲这领红衫完成。
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是卢振中，咱台湾布袋戏上届赞。